心刚，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。身手金刚，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，无敌超级金刚。强制规则，横行霸道狂兽。这个这个那那这个这个那，今天有个天地星，设立规则最高。如果非要说缺点，他的审美要人命。规则之美由我来实现。站好，列队。男左女右，你也不例外。哈哈哈，能够遵守天力将军设立的规则，真是太荣幸了。女的去右边。现在您总该满意了吧？男的去左边。阴阳怪气的站中间。哎呦，好像碰到什么东西了。不过是紧急情况，城市红绿灯出现故障，交通异常，还有一群路人被冰冻住，有生命危险，大家马上出发。怎么还不来？回大人，刚过去5分钟。本大人临时改变规则了，如果1分钟内新甲战队还不出现，我就要撕票了。时间到，统统给我碎成冰渣。来得挺及时嘛。大家战斗，英雄守护新甲战队。慢着，解冻光线。本大人每增加一个规则就放一个地球人。本大人新增加的规则就是只能我打你们的脸，你们不能打我的脸。第二个规则，自由使用武器。使用武器的话你会输得更快。圆桌骑士连环刺，连续暴击。站着不动，你们也能打歪，真是不可救药。你们不遵守本大人的规则，统统消失。
是最后一击，勇士裂地掌。安元能被化星。我要展现更强大的规则之美，召唤星甲神兽战斗，星甲幻视，星甲召唤，星甲师战斗，星甲鹰战斗，星甲龙战斗，星甲熊战斗，星甲梦战斗，星能汇聚，星甲合体。把你打成星甲宠物，破天飞鞭！可恶的家伙，神兽星甲刀！破空银不杀！天地星的武器很厉害。要想办法破除双蛇紧箍。破天飞鞭。什么？你太低估我们了，天理星。我们假装重伤就是为了找机会控制你的武器而已。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。星甲击出。用的包裹完毕，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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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该结束了，神兽星甲斩！啊！胜利的规则应该由我来设立呀！没有白跑出来呀，还是有收获的嘛！